天女，意欲何往？困了，回去睡觉。本宫要去各处巡视一番，你陪着本宫好了。这个宫里你比导游都熟悉，有什么可逛的？本宫许你走了吗？扁脸比川剧还夸，之前还姐姐姐姐的叫，现在开始跟我装大尾巴狼了。本宫在跟你说话，你聋了吗？你别太过分了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哎，敢打我闺蜜，疯了吧你！上次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二小姐，天女，本宫早就看你不悦，整日与圣上、李王爷举止轻佻，本宫整治后宫，第一个就先从你开始整治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害死你姐姐的事儿，我还没和别人说呢。好啊，你尽管说呀。你无凭无据，本宫倒是要看看，别人是信你，还是信皇后。我送你一句话，孬作孬待。你轻点坐。兰儿，走。二小姐，天女也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